有冇覺得出嚟做嘢之後身體開始變得差咗啊？少少啊，少少啊。係點樣差法啊？唔夠瞓咯會。咁有冇做運動嘅習慣啊？冇乜，不嬲懶做運動咯。會唔會攰到可能都唔想做運動？有陣時都會嘅，人始終都有惰性嘅。翻工咁忙，食无定时，仲边有时间运动？久而久之就觉得身体变差，连病痛都开始嚟。唔想病痛埋身，就要识得养生，揾一种可以令身心调理又舒服嘅方法。我有计喎，就系岩盘浴啦。岩盘浴喺日本有悠久历史，近年流入香港。岩盘是采用天然神黑石，透过瞓在加热至平均45度的天然矿石上，热力可以散发到身体内部，帮助体内毒素透过流汗排出，加速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，亦都有助消除肌肉酸痛、疲劳压力和改善睡眠等保健效果。据讲瞓喺岩盘浴上面20分钟嘅爆汗量，几乎等于慢跑5000米噶。流一身汗，亦都有促进脂肪燃烧、美肌塑身效果。要利用岩盘温热全身是有次序的，首先趴在岩盘上10分钟，透过热力先传到体内帮助内脏运动，再仰卧10分钟，温热肩膊、腰和下肢，全身放松，之后再左右两侧各躺10分钟，促进腋下的淋巴排毒。要进行岩盘浴都要注意个人体质是否适合，例如有没有心脏病、高血压或者是孕妇、皮肤有伤口等状况。不过要记得完成之后饮翻多啲水补充水分，同埋2至3个钟内唔好冲凉住，因为余温仲喺体内持续运作紧嘅。亦都可以趁身体仲有余温，配合全身按摩，会有1+1大于2嘅舒压效果噶。